生米问周深，什么时候去淄博吃烧烤？周深好像说，是吧，我也在思考有这么一天。你什么时候去吃淄博烧烤？是吧，我也在思考这么一天。这几张照片大家之前看到过吗？周深在五一晚会现场彩排歌曲《向光而行》，另一个拍摄角度，虽然之前看到过，但是拍摄角度不一样，这也是算半个新冠啊。